啊，就两位先来提出来哈。啊，我这扩张的这个拢是安尼啦，讲三个人讲煞阮来回答。好，啊，回答以后就不三个人。好，安尼啊，说明较紧啦吼。咱今麦就来开始。好，我们第一位登记的是何永安养殖。国民党党官吼，大家好。我是永安的市旗啊啦吼，我伫今年吼。因为伊个时嘛，就问路人讲，今年进路二十六二五啊，逐项拢过了。啊，我请教讲，咱迄个师傅，伊即边迄个大数据的养殖统计，敢若做几十档的代志啊？啊，为什么到这时，时阵要发生种代志出来？是咪会咱什么时阵咱提早甲伊民做些预警机制出来呢？哦，啊，像啊，今来，啊，恁在问题啊，钱伤济啊，计下班啊，我要补助，啊，全新啊，补助大约一六百万，对不啦？骗小朋友嘛。哦，那我高雄区来讲，青山洞，一区啊，分摊百几栋，啊，恁啊百几栋，啊，一区一个要分几个渔民，哦，这是，我即讲，感觉讲咱毕业时不是咱饲遐尼济人。因少因个哦，不教授啊一堆，包括外国甚至想讲，去年马来西亚政府开始补助伊要大陆饲鲈鱼，我们台湾政府听这消息无？咱上个竞争对手就是马来西亚外销的部分，吼、哦，政府帮伊个是帮种饲来服务，吼、哦，啊种这对种苗厂的管制，自从种苗厂开始管制啊。哦，从咱台，即个从咱台出偌济鱼啊？哦，伫咱 A P P 软体，咱随时有渔民会先知影。哦，渔民去讨论，我就袂放什么鱼。哦，啊，第点都讲一个，迄个对即个死鱼啊，代志，会冰块的，会变死的。我记得三四当前，我有经历过一次。当初海洋市，看嘛有出面来处理这代志，诶，结果环保局袂愿听海洋市的话。因为拢同款单位啊，我先听看，迄个海洋局讲，啊要甲渔民，甲只死的鱼啊，免费来承运，搁爱叫动保处的开证明，开证明这鱼啊是安怎死的？啊，我听到人这鱼啊，现在的传染病，鱼的传染病可以影响到人吗？我据目前知，我做了解应该是无吧。啊，去啊，念啊，今仔鱼啊已经死啊，今仔拜五，啊拜五，我迄个动保处啊在休困啊。还是要等你讲，等个拜来上班，开始门关起来请啊！哦，我希望中央单位，因为种地方的代志啊，环保局含海洋局，伊拢是平行单位啊，即应该中央政府来，中央应该规定落来来强制执行啊！啊，伊环保署，伊咱来互你听海洋局这边遮的意见，啊，而且好啊，我袂等啊，等公交啊，等水路啊。环境污染啊，啊，因为遐水嘛是拢太高。啊，我搁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讲，阮永安区遮做的是养殖专区，哦，那养殖专区，据我了解，你袂当去捕个昆虫啊起来，你一定爱饲鱼啊。我请教，再来请鱼啊，计三礼拜，更进路费拢爱了饲嘛，看可能大家拢爱了饲，我无爱饲也可以无。啊，杀卵嘛伤济，母鱼嘛伤济。有人困起来袂，这保障唔够，还不行啊！是不是中央政府让对养殖专区的部分，能够一个特别的划出来？哦，你想讲我啊，阿咧罗定那边，因刚刚办失败，因吞进来，你看这其他用的，伊买到卖呢？但是我们这边可以吗？不行吧？哦，一行贵的问题哈，啊，麻烦长官一下。何先生，我们再来请进登记第二位是陈胜官先生。长官，各位请下来，阿伯，那就先拜台，阿我来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我现在应该用台式，用台式从多少来？一台式给他。比较会提出我的看法，就是应该变化一下。
去换电池。时代在进步，社会在改变，咱的教育小说拢无在改变，一切都用口头信用。无像咱的教育方式，就是第一开票，第二用号的。现在咱保证开票，对方袂开假票。现在咱保证用号的对方一定会回复你。就讲路上买物件，一天的交易量是几啊十万件，敢讲都无对有诈骗吗？一定有诶。所以买物件，人惊钱花出去无收着货，卖物件惊货出去无收着钱。所以讲咱健康，我等下要讲的第三方制度这方向。提出的第三方支付的高用性，就是，伊若要先要甲咱贩仔买，交易的时阵，是毋甲人抢了家钱，先转到你平台，咱甲人提名甲卖，出路甲人抢甲贩仔时阵，确定有出去了了，咱平台甲拨款给咱提名。这就是所谓第三方支付交易。厝买厝的，厝买厝买的嘛有同款的制度，人一生啊买一次厝就去有诈骗，那变这制度，那叫做履约保证。我希望政府会当予愿意配合小学生的业者一寡奖励措施，譬如讲补助儿童奖水，另外高中啊，搁一种高学生叫做支付宝。先拿掉一个，先拿掉，先拿掉。跟正跟到欧付宝。因为刚刚有上限金额，希望未来法规松绑了，也上限金额可以管。支付宝跟那即时转账的功能，有今天很紧导游，希望我早前他讲的这方法，让要保障咱渔民的导游，以上多谢各位。谢谢你，然后接下来谢谢。但是说征求一位啊，安静点，好不好？我是渔民啦吼，啊，咱种这个养殖哦，是讲过量，加也啊会当比较像咱个水池安尼，若过量有迄个疫情，咱来抽，
来小营啦，啊，互政府补助安尼，减个产量啦。啊，啊，伊个八中诶中间啊，要补助要推销吼，应该是爱就就正路去，伊种补助讲会当补助一公斤两块，啊，我是讲迄个补助会当加降落来，互迄个四百至六百即个蜜头。来补助，因为你咧自即个社会甲处理掉，你就无迄个大户的影响啦。啊，社会你处理一项，你也是较无迄个变样，讲到出来啊。啊，补助尽量看会当像咱遮专业区来补助，伊啊补助饲了，大家拢分会到，无你敢讲你啊补助啊无，你啊我无补助着啊。安即个问题。第一位，第一位先生咧讲的，第一位也差不多了吼。就是今天的会有时间，有请我们职务组长来回答啊。第二个是那个好像有属于死掉或环保局的，好的，各请赵组长。那另外就是养殖专区一价不好，是不是不要来？哦，啊，有下面的问题。大概是后面都在后面修养，另外就是我咧讲这个，这个支付宝这个，这是刚刚迄个第一个啊，要安怎来获胜，要安怎来处理这个关系啊？这个也讲过，所以来哦，好，我们先请这个。我刚才那个侯先生讲那个一样事情的代志啊，因为我了解上，咱最近就就是老月十一号啊，十二号迄阵嘛，对无吼？那伊刚遐有一个，我只先甲大家报告一下。虽然讲确实啦，头先讲的环保局甲海洋局是平行的单位，不过我甲大家报告拢是高雄市政府的。啊，那有这個，其实头先讲的有一个前提嘛，吼。啊，确定讲伊迄是是迄个化肥池，毋是讲惊迄鱼仔去传染互人，是惊讲迄水随迄水去传染着其他鱼仔，是讲其他的鱼仔。啊，我大家报告者，要环保局迄部分，你随时透过迄个系统吼，甲阮个海洋局来讲，阮会去协调迄个环保局，像迄天啦，到月十三个时。我迄阵送你旅游，甲我讲有一件代志，我就去打电话吼，迄个环保局即摆迄个代理局长，伊讲伊就现调人吼。虽然本来是讲啊，要到拜二才要处理，我讲袂使，迄一定爱咱先处理。所以迄个我是拜五下晡，所以就马上就调人来调车吼。我会记是两天拢先处理一车，啊，这部分我来报告。啊，真正有死鱼啊！啊，像讲迄天是停电啦，迄天是无电嘛吼。啊，迄水，迄鱼啊，都无迄个氧气，死鱼了浮起来。啊，浮起来了，有诶放咧迄个，阮冇去选择，甲大家报告讲，啊，甲迄鱼啊去等咧广告，广告啦吼，啊，等咧迄个水路啦。啊，毋过迄天确实有一寡咧，啊咧，咧迄个花顶头诶，阮是拢甲伊，拢请迄环保局先去处理，所以这部分。大家要记啊！你若是有这情形，你甲阮讲，阮来甲这个环保局，阮来去协调。这市政府爱做的代志，吼，阮会来做好啊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头先讲迄个动保处伊来去验嘛，吼，看是不是化肥啊啥，迄是有需要的，吼。啊，不过若是讲有迄个时间性的问题，你嘛甲阮的同仁，像阮迄个向义股长，还是迄个阮的迄个林科长，大家咧。大家机会拢有一个，大家有一个通路的，甲联络吼，随时甲阮讲，阮遮阮会来处理，好无？若是因无得前来，阮嘛会来协调，吼、哦。即、這个阮会绝对市政府爱做的即个部分，你莫阮讲啊，是毋是叫会行？迄你甲阮讲，阮一定爱来处理，吼、哦。张先生，好，你今日有含有得比外界的容易？执行过，但是过了，但是海洋局是来跟开会的，联系了过这种事情，要协调好了，海洋局的环保局就不做啊。
无啦，啊，上个礼拜呢，阮就阮做这处理嘛，是吧？所以即摆阮都会用这个机制，阮的内部的协调，阮都会来处理，好个。咱先第一个吼，讲迄个央视的迄个预警，啊，我伫遮，其实我嘛感觉心情真凉淡吼，因为咱央视的后面良心过，咱在座啊，像迄个使用央视政府的人，拢知，其实政府一直以来拢伫推后面良心过，甲查过。为什么咱要推后面良的心过甲查过？大家有想过无？政府咱也较无聊，啊，叫恁吼，有影是登记证的人，去啊去公所做身份，啊无登记证的人，阮搁请偌济人，吼，去公所也好，也是影是合规也好，啊，搁去恁的本仔头，吼，啊，搁看恁有得哩也无得哩，有当时恁无得哩，是教搁去予教加教教开，啊，伊就是要来了解讲恁到底吼，有啥会啥甲我讲讲，有啥物企业素质无聊，要做这个工作。我想大家拢知影，就是为着咱的产销的问题。因为咱大家人放偌济量，你如果拢无讲，我政府要也知影。所以咱就是透过这个放养量的成本甲查过这个机制，吼、哦，你饲偌济，你照实来成本，吼、哦，也是讲阮去查过时阵，你甲你量报出来。啊，我这个为逐年为五月开始。就一直在实验，吼、哦、啊，每礼拜，阮拢会把这个数字，吼、哦，转去电脑内底，阮会公布，吼、哦。所以今年，从去年开始，我嘛甲阮同仁讲，讲，即摆恁会注意看，恁会放养养生，恁有留一点伫恁的手头。下骹，我阁特别要求阮的同仁爱做 QR code 的这个条码，因为咱即摆大家人拢有手机啊，恁会当把迄个 QR code。安尼甲扫一下吼、哦，你也想着，你著甲扫一下，你著知影讲哦，即摆疫情甲即摆吼，大概放偌济量，所以这个工课其实伊也数拢一直陆陆续续拢在做，并无停断，毋是讲甲即摆才发文讲你讲，哎，即摆有超量啊，大家爱注意，其实是一直拢在执行，所以我想讲，这个工课要做好势吼、哦，你讲高考伊也数可能嘛无法度。如果咱是嘛无法度，吼，我伫遮嘛要甲大家拜托，就是咱要大家一起努力。咱到底饲偌济鱼啊？啥物鱼种？放偌济量？咱爱如实的申报查报。啊，阮渔业署嘛，除了讲做这个放量申查报，然后随时甲这个资料更新，一直我们这个资料是一直在异动，一直在更新的。我嘛会放伫网络吼，大家知，也是会嘛会发文吼，大家知影。而且除了这个工作以外，我也委托给中华民国养殖协会，我有组迄个重要大众鱼种的产销的小组。我的每一季吼，也是讲较紧急的时阵，我会追着产业界的人吼，啊，也是咱的学者，啊，搁阮政府单位吼，除了业主也是关系较大众的关系政府，我会规划来讨论这个物件是不是的。诶，迄个预警应该爱发到预警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所以就拢有通知。所以我伫遮拜托两件代志，第一件，大家真正爱如实申报啦，吼、哦，袂使到即阵你讲怪伊业主讲你即阵才发发预警，毋是安尼哦，你安尼就是误解我啦，吼、哦，我其实拢早著有这个工作，啊，可能我嘛做了较无够，吼、哦，我无把这个讯息一再透过这个。相关的单位吼，来传达给大家知影。我伫遮吼，我后尾特别拜托咱今仔日在座吼，议会也是后尾拢伫遮吼。我也希望讲咱这个放养量辛苦查过的这个工课，伊的重要性吼，甲伊的这个对咱吼业界的影响，吼，得尽量传达给咱业者知影吼。所以我今仔日安尼说明一下，大家有较清楚无一个吼。好，我今日先给我讲了，我等一下。吼、哦，会阁予你做个说明吼、哦。这个是对迄个预警的部分，我先做说明吼、哦。第二个就是讲，咱土地也是区内底土地是不是当规定？我想土地问题吼、哦，是不是养殖区可能不是那么重点？重点是爱回归到土地法的规定吼。土地法就是讲，咱土地拢有土地分区甲边边。
所以咱会当甲咱的土地登记簿摕出来看，有当时咱会看到哦，是咱的土地，阮那的土地是一般农业区农牧用地，也是特定农业区农牧用地，点点之类。其实一关先，咱会看我举一个例讲，譬如讲是一般农业区农牧用地，伊其实是要让你做农务使用，但是因为咱土地法无限制，甲在有规定讲，什么用地也当容许做啥嘛，所以一般农业区农牧用地。伊会当容许来做养殖使用，所以你如果讲你的土地边边，吼，譬如讲是一般农业区农牧用地，你即马是乌布啦，因为伊会当做养殖使用嘛，容许做养殖使用。你若无要做养殖使用的时阵，你可能就爱回归到你原来土地边边是温准你做啥物款的使用的时阵，你去做迄种使用，吼，甲养殖区讲啊，是毋是有限制？你都一定爱做养殖的，应该毋是安尼啦。啊，我想这如果有问题时阵，咱海洋局嘛伫遮嘛吼，咱会当就近甲海洋局来请教啊，也是讲海洋局拄着较无理解，咱来使甲咱的地质单位这边来佫做请教吼。这是我甲大家做开放的所在吼，有关土地部分。第三个部分吼，我实在嘛要做敬佩咱这个少年家吼，这个问题其实我拄只去回应。我有伫迄个总干事的办公室内底，我甲几个总干事，大家吼，咱秘书长啦、局长，咱大家去讨论到这个问题吼。因为确实讲最近有听到一寡这个讯息，我嘛感觉真新鲜，因为咱新闻报告是就是要卖一个好介绍吼，来启用咱的家庭，啊是无愿意来看到讲有关啊多少这个，所以我有特别拜托咱的机会吼。是不是安尼啦？先来示范啦，吼、哦，示范看机会来做这个平台，就这样讲的嘛，吼、哦。咱来观察一下，就讲咱需要一个平台，吼、哦。咱先来请机会来做这个平台来媒合。啊，就这样，有一寡总干事嘛，有跟进啦，有管理吼，甲、哦、这个示范，会等于搁做一步的改进，但是。我伫讨论的当中吼，我再去伫哪边去听吼，跟业者讲着吼，其实阮这甲气作有淡薄仔相像。啊，阮推气作业主推气作管钱，几乎推气作三十多年，阿妈啥吼，唉，跟人讲失败，为什么也失败？有人阿爸讲，为什么？我唔知影，可能在座的个人是这种心态。明明咱苦力头，咱业者甲加工厂也好，也是看呾迄个加工厂拼好啊。譬如讲啊，吼，譬如讲拼三十几块，偌济量，结果即马外口起到三十五块，哎，加工厂要来甲你收的时阵，收无好，因为咱的业者拢甲讲死了了啊，拢无啊啦，啊，其实嘞。偷偷提出伊袂，我讲的是不是安尼？吼、哦，可能在座拢讲，迄不是我，迄是别人，但是应该有听过这个即种的经验嘛。如果我伫遮要甲各位强调吼，如果咱若要做这个平台，咱业者就袂使有即种心态哦，因为加工厂也好，还是阮也好，伊要收费。吼、哦，比如讲加工厂，伊即摆甲，比如讲最近阮伫迄个推动行销也好，海洋局啊，揣一寡通路商，人甲咱加工厂甲即个通路商，比如咱以全联为例好，人甲人拼好啊，你一月日就是爱交偌济货，即个货的品质就是爱什么款，爱什么版的。结果咱如果讲来做平台，结果外口介绍到头到尾遐个，你讲无货啊？诶，种诶，加工厂也好，也是讲遮个媒合诶，比如讲是业主，也是海洋局，我讲好不容易拜托全联来甲咱行销咱诶鱼产品，结果货交袂出来，借问后盖上要甲咱合作，我搁去规落拜托全联诶董事长讲来到新机会，你想可能无？无可能，吼、哦，所以对咱企业有帮助诶，阮是业主甲海洋局绝对甲机会大家有共同。力来做，但是咱业者嘛，爱有安尼自省甲决心，吼、哦！你讲做一工课要做一些，不是讲高考结束，
还是个个海洋桥，还是个个咱渔民拢无法度，是大家爱共同，吼、哦，爱有这个共识，爱共同来拍拼，吼、哦，这是我伫遮拜托各位，因为我拄只开会之前，我已经拜托过咱议会来斗三工。那后续就是咱业者家己要有共识，也要有这种觉醒。咱既然若要做，就好好做，莫做了一半失败以后，就无人要来给咱信到，吼、哦，咱要搁推啥推啥，迄就足困难足困难的吼、哦。我伫遮先做补充，迄第四部分就是讲金马路这个修改吼。哦即嘛是讲六百公顷，是毋是？但降四百公顷，是讲规种身躯上好拢甲收收的啦。吼、哦，即我直接要甲咱先摆报告。吼、哦，嗯，这个产销的调节是只公布是三种吼、哦，啊，想要讲吼、哦、照顾咱居民吼，咱、哦、有较好的价格。啊，但是咱爱考虑到，可能政府无法度讲所有的人拢收着。你即嘛讲养殖区全部拢甲收，有的人可能收。毋是养殖区，你上好嘛拢来甲我收收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当初为虾米会定六百公顷？是因为迄当初规划讨论，大家认为讲，因为六百公顷伊要爱上市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较有迄个卖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迄当初再规定讲，所以先规六百公顷来收港啊，吼、哦。所以伊迄当初的原因，甲你伫遮，我伫遮甲咱。先摆来先做一下说明一下，安尼好不好？啊，我以上补充，叫咱咱何先生有会更补充。可以，我们那个从种苗场，哎，这边来共管。因为种苗场毕竟那个比较容易嘛，啊，而且那个国的移民啊，国的呢，这部分来出来，其实让移民让我们养殖大家知道了。哦，我想那而且它速度会比较快，因为。放养申报大概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嘛，啊，你们大概规准了肯定放离啊，这个办法我被过冬有困难的，哦，所以这两天非常加强，赶紧做两场，赶紧来。他为什么不拿麦克风？你做票的，你是？啊，来来。你们怎么样？你来过去，你做没有给钱？没有钱拿给他。我直接把你压到十五米，我给你放干。你咧地啊，少咧地啊，就大概要收济。啊，你这个进，你我这知影，你是要插。无怪讲做苗场的，你也少的咯，伊人家无遐尼高，高好控制。啊，我知，但是你这管控的，我讲你来控制伊数量，你爱是做同一个价格，价格了，唔是固定的，介会当讲大家照唔听。啊，无你若风险少，就是要甲你降钱，三块三块半，你即摆时间到，就要甲你升两块七块，你本钱嘛是加大。你要甲叫意思原种苗较少的，这是一种。想要人去开，人去饲迄个阿囝，阿囝伊我全部拢甲你收咧，我会当，甲会当饲个饲袂用饲，甲伊无饲啊，你伊就无法度，才够分钱。高档的，这嘛是一种的思考的点啦，可能咱也是也只有当时想的，他单一无想到，这是伊的建议，咱大家综合参考。但是何先生你讲，其实我伊也是一条走。我们的这个放养量生产报哈，包括种苗场，吼、哦，而且我这几年来有在推动迄个养殖计划性生产，吼、哦，但是都回归到原来的问题，就是大家都供不诚实，好像供料收太白了，吼、哦，所以供来供去，就是大家要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吼、哦。主要来做很好努力啦，吼，阮今仔拢会记录起来，吼，好的意见我们一定会大家来参考，吼，啊，讲这问题嘛是为家己好，吼，安尼，来，咱继续，啊，搁征求三位放其他的这些意见，吼。我想讲，我们这个议会秘书长总。有。我们非常感谢署长哦，我们局长，我是这时哦，平分这是非常高位啦吼。啊，所以今日这个负责你今来哦，我是讲，因为咱面对是讲，咱来针对我们的难题，要延长这个部分啦吼。因为哦，起码是讲，咱一般咱所有这边的，就西部沿海这边的渔港，跟拢产气流的，啊，产气流吼。拢会造成咱个鱼群
咱的出入港，出港是搁较海嘛，是你若是暗时在入港去当船哦，就等于是得扛刚刚讲扛大的波涛，你暗时在入港去当船，就得不得危险，因为你硬大嘛，哦啊，所以讲我实在是讲借这个机会，啊嘛，咱副组长这边哦，如果能够针对那个软体演讲这个部分哦，啊，只能把咱米德到哪讲。我以保障咱旅客、旅客遮居民、民朋友的生命安全，哦，谢谢。各位长官，哎，好，我是在尼泊尔西这边是养殖业第二代，他现在是养金木鲁专业养殖，啊，那所以说现在金木鲁这个低价的情形，我还是，想要有一些建议，然后不知道可不可以，我们就更改。那个，因为欢乐都小区的问题哈，欢可能我们就要红番，第三方支付的红番哈。啊，我咧想，咱是欢乐台管理起来，管理台造册，然后一个台前好用。好，啊，是不是叫中央级的单位来？可以啦，自己来代持啊！好，这个官边管理我有一个构想，譬如说，以番啊，一定的回收站，你要以乌苗在火车站、啊，前进一定的回收站，就是它的出口，以新快的收站，以新快的收站来改控制啊。哦，比如说以嘉义去启航，嘉义鱼市，它一天载5000斤、6000斤，去的话，每天都在的话，那这个。一定是鱼贩，一定是很大的鱼贩。那、啊、我们从那边让他要进去卖鱼的时候，我们要认定他，比如说他是台造，哦，爱学白脚猴鱼，你看跟鱼脸一样，有这样的大量一样，好、哦，啊，而且咱有些管理来追踪的啦，啊，这个白脚的贩发，好、哦，就是。申请判发一定要给中央级的单位来给你认证，好，而且牌照要申请的出来，一定有相关的个人资料才艺证明，好，个人资料才艺证明，甚至是保人都可以，这样子让这个人是一个很才艺健全的人去当鱼贩，这样子相对我们在鱼温。可以，这些票钱对吧？票钱的钱，咱就保证就给不回来。这保证给足大，因为这个人是正当的人，真正是做生意的人，哈、哦。第五，在这个鉴别，玻璃，有摕着牌，再到你的行卡，去批发市场的，这个卖这5000斤、6000斤的鱼啊，哈、哦，啊，咱家提装的来。啊！以后阮用石头买卖鱼，阮就是找白人，有白人，我讲要卖你，无白咱就自然就慢慢就谈。啊，无白就是有可能有在个经验提出来。哦，但单车这边咧，咱买新车一个信用卡，甚至嘛拢爱在个证明。哦，是不是？啊，伊做一个喜欢啊，刚出一个几只个大条，这拢是天然的血汗钱。哦。中美中英，有时啊半暝有工课，甲会当赚迄几十万个钱啊！吼、哦，迄足辛苦个钱，迄透风风太伫遐做个时，你拢看袂着，吼、哦、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说，即、這个保障有可能第三平台咱买当得钱。第二个，第三平台即咱会当扣钱。第二个，我的提议就是说，鱼贩让它合法化、执照化。执照化，吼、哦，基本是前期的执照也要经过重重关卡。以后我们养殖户，我们要去卖，就是选择执照的。好、哦，这样子，我以上简单的建议，感谢。啊，谢谢哈，我讲，大家，长官那个副组长，那个一个副局长，啊，刚才作为一个兵，大家好啦。我来讲一个哦，他有当时啊吼，意外。是，若要来讲，我嘛是共夫妇啦，啊，我嘛是同路商啦，啊，我嘛是另外啦，啊，我嘛是加工厂啦。但是我讲到这个是讲吼，我咧甲你遮鱼，甲咧个厂，咱遮大家做一个讲，
有生来一个乡的一个产的产地的迄个增值一个啊。因咱即目前所掠的鱼啊啦吼，你若要好像咱拄仔讲嘛，讲第三平台安怎，这是真好，有鼓励我东西，可以无啦。因为咱的鱼啊，这几个十万也好，鲈鱼也好，即种大众会，发一个鱼啊，我来搞啦。我若等三工，等五工，我嘛无人买你啊。啊，你要安怎？这是搁等你的平台。我是讲，互咱家己喜欢，咱家己本身还有三成的重视，就讲我买卖，我买卖资金。所以我来安尼，大家建立起来，我有一个咱家己，我来建立一个平台。我这用钱，我建立一个平台。我物件买卖，我就讲卖现金，我无现金，我就唔卖。我一手交钱，手交货，这是上简单、搁上紧的工作。因为咱这目前这喜欢啊，拢无重视的讲，物件买来，久在那开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甚至。半天嘛在开，这种的是恁家做的生意，互伊这个花来颠倒嘞。安怎讲嘞？我若今仔欠三千块、五千块，我凊彩就会当还啦。即个我若今欠三百万、五百万，甚至欠五千万，伊都搁放我倒啊。这是恶性的循环，不是真正不是伊个产业的问题。我所以讲，我来平价，借这个平台，甲大家所有优质业者来做一个公正公。甚至咱有爱产生一个平台，讲我爱物件，我要卖，我现金，大家都拢现金，伊花来伊就家己足钱来买。啊，若无，我就卖你啊。这是较直接嘛。我是这安尼，有当时咧搞好，当时个讲啊，这工贵。啊，若无，你讲咱的物件遐济岁，我嘛要卖，伊嘛要卖，嘛要卖，什么人要先来卖？这上重、上基本的问题啦。啊，我前两日咧讲啊。这种的讲，是你只做养殖河南家，造成甲种肉无七个喜欢啊，伊家己产生了把伊排习惯，一个月后都开两个月，开三个月，啊，这人啊，一欠了严重，我甲包倒啊，我可能也艰苦。啊，你咧掠鱼啊，我去现金来掠。我今仔开偌济，我现金我咧偌济。所以讲无用量安尼，咱年久月深，只所有人啊强好起来。啊！我就现金买要卖啊！一粒都要无现金，唔卖唔卖，十粒无现金唔卖，搁一百啊！无现金卖全部啦，拢连黑起来，伊必须按钱出来买。这是咱最后的目的啦！我常常来讲，你若用安尼就对啦。你饲不管饲什么鱼啊，定来要注销啦！我咧叫要人了，我刚才你要用哪会？啊！你欠多欠无要紧啦，可能卖倒啦，卖倒时间长就倒。哦，这是我讲的一句，大家心内话啦。啊，我因为这是我的经验，我家己本身嘛做喜欢啊。啊，我嘛家己咧饲鱼啊，我嘛家己咧加工。但是我有身份一点来讲，但是这个正常的方法上，因为我若无要欠人，我明仔载今仔日也欠好啦。小工啊，我那我那阿欠我的苗仔，伊一定要甲收啊。迄个健康的一个交易，啊，你若无是啊？咱才讲啊，像这是多余啦，啊，阮开半单，啊，开五个月，啊，你无无用点，我无你都袂使啊，啊，无鱼啊大了，要啷买啊？啊，人来看得，拢一个，人讲一个得过且过先来，我去我啦，无鱼啊无卖，我着鱼啊会死啊，啊，无唔对啊，唔好食也袂使，啊，要好食，鱼啊是大，可能用来卖鱼啊，水车本来着五只，我增加六只，增加七只，还是无人买啊，无人买安怎？要饿死，啊！若要你也赶紧啊！啊，你有无清自信，就大家拢安尼啊。对头，我根本就是讲，这爱一个时间啊，不是讲我今仔讲，明仔载就哪事。大家有迄个心态，慢慢啊，我鱼啊放互你，我较少。啊，我着，你无现金来买了，我就唔买。啊，无用这个福气啊，自信了，咱就无迄种问题。这是我今仔讲讲的一个，想做大家中观者，讲互大家了解。伊若无啦，无对根本，咱的体质甲咱的哪有改变啦？包括咱的养殖户啦，甲脚车，哦，来这七轮买卖才同回种啦，甲咱的官员，咱来做一个讲，要安怎对根本来去啊改变这个事，这个生态安尼啦。哦，感谢特别谢谢。好，我是今天因为我的意思的话，啊，针对达到咱讲的平台的方面，其实。阮永安公园二七年已经开始整合阮的三角班，啊，佮有咱的移民朋友来做这个平台的部分啦。啊，阮的构想是安尼是，
然后咱的迄落讲着，你拄讲着，讲现金的部分，那其实我咧想吼，无可能叫一个我呐，伊敢摕几啊百万现金伫遐走来走去，所以阮的构想是毋是咱叫咱集合起来的我呐来甲因的，就是讲因的钱的部分，啊由咱的这个平台的部分来甲欠伊内底做一个财产的信托，还是讲？财产的现金的现金流的部分，拢交由咱的平台来负责这个部分。那发那一点的时阵，伊了偌济，就切偌济是可以。切假伊无钱啊，伊该欠伊，伊该去搭对伊点。啊，这是阮讨论的目前，到这目前阮的想法是安尼啦。啊，这部分因为牵涉到足大的金流，啊，佮有咱的朋友。所以可能无遮紧有法度把即个规个拢整合起来，但是阮会，因为今仔日有讨论到这個，啊，阮会去收集咱阮伊个地区有哩名伊个部分的阮啊，咱是毋是来开一个会来开一个，是毋是来试办？可能试办一个月还是两个月，从即个模式吼做起来，啊，做起来了后，希望咱规个高雄地区的阮啊部分拢会当。用来交易者安尼平台，这是我第一个部分，对这个部分的意见。啊，第二个部分就是讲，咱头先有讲到鱼尸体的部分哦，其实这里两当前，阮有跟医疗处的部分，可能会讲是毋是会当做一个化石的部分啊？啊，因为化石的部分，伊都牵涉到动物尸体的运送，所以这个部分可能爱麻烦医疗处这边，会当是毋是当去？这个部分去解决讲伊的法规，还是讲伊的运送的部分，会当看是要做一个突破点，还是讲咱会当做限地的化质的部分，有法度做到这个部分。以上多谢大家。我是有这个意见哈。第一个，这个当地这个三这个代志哈，这跟咱家这个。军港边有一点关系的，啊，那个部分好像有些决议在执行。啊，拄啊，这个董事长来讲讲，这个有要做水工的部分哈。渔护那边是我们水工之前有做，那现在还要再做。我是觉得，如果说环境是有变迁的话，最好刚刚能够在军港或者是我们这边来再检讨一下。平常的延伸是1000多公尺，延伸出去。安尼吼，我提起来吼，因为，若讲对方离岛的这个港，那我们来跟市政府这边合作吼。若讲康桥有一些军港，又整个又是那个大环境，对，那要看要怎么样来处理吼。那哎，也得也是调查清楚，我们再来做这个，看要怎么延长，或是怎么来因应这个危险的这个状态。好，要不要一起走？好 ，OK， 好。那今天是您怎么还是逛了吧？啊，回来就是这个金马路，这个观音山，吼、哦，啊，刚刚董事长，吼、哦，还有这个理事长讲的，吼、哦，其实我没够回答嘛，大家拢了解啦，就按我来做，啊，拄啊今天。我们这个先生这样的一个图哈，大家可能画就点错了哈。那要怎么样？要走哪一条路？起码有这个总统继续，还是要做一个改变，还是要做一个试验？哦，拢会使哦。这拄啊讲的，我拢有听着哦。这拿来录影哦，大家讲啊拢真对。主要就是要保障咱这个养殖户。基本的权益嘛，那这个发音商也好，或是加工厂也好，或是后面的这些购买者也好，其实要有一个透明的一个机制来处理，这些外购买都会记下来，我们来做一个好好的研究。那刚刚理事长在讲要开会，我也觉得有需要，其实大家为了这个题目哈，专门来开一个会，大家来讨论一下，包括这个海洋局这边，大家一起来讨论。啊，那高雄地区或许可以来做一个表率，来做一个试验，或是做一个这个等于是
算是一个表率的一个做法也可以的哈。当然做法嘛，哦，我安怎做较好哈？那当然也不是只有一种，这类的，所以一定是多元的。大概别安怎酸点，有这就是给几个酸点，好，这样意思。还有嘛，好，这我们就不再回答了哈。这个部分因为讨论蛮多的，大家早上在一直拿笔哈，还是讨论这代志。对于咱今天用气候可能冲击蛮大的，但是大家都在谈这个事情。那在林边那边的记录跟这边的记录，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关注下去，来处理这个事情。好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是不是在征求后面有八个？不好意思，还是这我补充一下，因为他做主持啊。总该出来讲迄个咱这部分吼，啊，当然啦，他都迄个昨天阿蛮讲吼，到底咱这是跟迄个军港有关的啊，这个关系。啊，我本来我有提一个760万的要做迄个水库模型的案嘛吼，啊，因为遐树今年都还无钱啊，已经钱拢用了吼，所以他都我有甲副市长报告讲是不是？安尼啦，因为阮局阮会来做这个物件，我希望讲去确定讲迄个。有迄个需要，还是迄个难题，要按安怎延伸吼，要安怎走？快当借着这个水沟模型，先做一个确定。啊，这个部分呢，我才在甲副市长报告，是不是？因为即摆已经九月底啊，吼，离迄个109年嘛，真近啦，吼，是不是咧？109年的评委也是优先人吼，来协助。啊，那是当然啦，那是讲甲军港有关系，咱就叫顶礼拜迄个邱志伟。委员家协调，伊爱请迄个军港迄边来处理。啊，不过即摆初步，我先来做即、這个水沟模型实验，确定讲要看安怎用吼，啊，互大家放心嘛。这头一件，大家报告。第二个，嘛要甲大家报告，就是我肯定的代志，我只迅速来甲你报告。弥德家有迄个上架厂，甲迄、那个绿道设施的改善吼，加阮。叫来阮全国，阮家己个机会，阮会来调度啦吼。啊，阮即个部分是差不多10月有去招标去施工，迄个部分即阮希望讲咧12月来完工吼。即我先甲大家报告一下。啊，搁迄个咱弥陀遮鱼港对面啦吼，迄个养殖供水迄个设施改善，包括迄做供啦、抽水啦啥个吼，迄个部分嘛是差不多应该是后个月底迄个当完工吼。啊，另外嘞，也搁一个是，就是弥陀遮跟这个鱼港的旧博区，跟这个海岸光廊，也搁清水设施遮营造的吼、哦，这3000几万的部分嘞，即嘛进度差不多53.3万，啊，差不多会当每年1月底，阮会当来甲大家完成，即先大家报告。啊，另外大家说明吼，他都要讲到这个。包括平台制度这個，我就莫讲讲，如果我甲大家说明哦，他做总干事，迄个理事长吼，因为咧理事长陈理事长讲的迄、那個，我感觉真好，就讲现阶段咱会当7万买互迄个由机会来扮演这样平台的角色啦，吼。啊，不过当然咱会当多元，会当一个机会嘛是会当透过啥物协会啊，啥物吼。啊，他都要可以以一个第三方支付，而且有履约保证。今天我想，我的该提下数哈，我该共同来研究一下。啊，必要的是咱在沟通，咱做一个示范，来做这个案哈。因为我感觉，那是当安尼，让大家会当，这个咱市民真正摕到钱，这较重要哈。啊，不过像咱就把我讲啊，无可能讲喜欢啦，咱当然有诶喜欢，咱底下真清啦，哈。无只无当会使哦，不过大部分机关也无一定讲会当花几啊百万来试个做啦吼，所以是。哎，对，我就是讲透过银行的吼，透过银行咱来处理啦吼。啊，像头拄仔讲的，用迄、那个机关啊，是讲咱建立一个另外一个平台吼，让大家会较放心的第三方支付，这边你真正确实摕到鱼啊，迄边迄钱嘛爱真正爱互人。提票啦，吼！但无对渔民来讲，真正迄开足大个票啦，是啥？迄我感觉对大家是足歹个，吼！啊，有当时迄个，佮人拄着包拉票，哇，是，吼！
想这是真重要代志。啊，即我愿意来跟迄个技术大家做伙来研究这个制度，那必要时我来做一个示范，我来处理拢会使。好，谢谢。谢谢阮董事长吼，拄仔咧讲这个，伊同这外口这征收这循环金的这个，好，我们继续一起努力哈。啊，这征收啦，最后好。哎，拄仔迄个历史上讲到迄个鱼市的事情，是不是麻烦我们发言者来讲？哇，好。哎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如果讲乡亲，好吧，我嘛是伊个啦，好吧，开会啦。哎，即个我是风险叫风险叫农业组管事处。头先讲到即个化，伊个动物尸体处理的部分吼，动物尸体正规流处理有三种方式吼。第一就是到咱即马采取的吼，焚化吼，送伊个交环交即个环保局哦，伊个车再去收了。第二项哦，就是化石。啊，化石的话吼，就是咱国内咱有生一只化石厂，只化石厂一般呀，咱也有饲鸡还是饲猪的朋友就知影吼。咱只鸡场甲猪场吼，哦，拢爱甲伊只化石厂签约。啊，咱死去的只鸡啊、鸭吼、猪啊吼，因着逐工会固定来收安尼。哦，但是咱鱼粉啊，咱咧做鱼粉啊，咱会较无同款。咱鱼粉啊部分，咱这会死的量无济，所以一般咱拢无加只化者厂做签约的这动作。哦，啊，你若拄到咱咧讲咧变质这部分哦，要大量临时要处理，哦，因为咱无签约伊蛮难来。所以目前的话吼，拢只好是交拜托环保局来处理安尼。伫遮我会建议讲咱只。鱼货是袂使问咱遮或者先联络一下，看会使透过咱鱼货甲迄落即个哦，甲因签了即个模式吼。啊，袂来讲一场每一场甲每一场的鱼粉啊，去签了，我想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，对，啊，即摆咱屏东咱化这厂哦，屏东遐着三间啊，吼，啊所以。你有分过啦，好，安尼，再请李总恁回答安尼。好，以上就是我报的，所以目前咱只鱼的尸体，看吼，三种方法内底，也是较好处理的，嘛是送去烧安尼的。好，以上。因为那个化质的部分，我们有询问过化质厂，就是因为鱼的部分，它的水分水分较侪。所以伊讲，伊要化者部分困难度较高，而且佫有伊运的部分，伊可能在你运的过程当中会有废水出来，所以伊可能有牵涉到环保的问题。所以我拄仔有请咱副市长这部分，是毋是有法度去跟讲，我咧运的部分是有啥物的东西，咱来分配，有规划这厂，啊，互你做，啊，佮伊佮愿意收。嘿，因为因为刚刚回答的是讲，鱼仔部分要做化者，需要更加侪诶容易做，所以伊真歹用啊，所以伊讲这个部分可能你的量的部分，啊，佮有你一边啊做的部分需要佮讨论一下。对，安坐。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再跟黄姐直接跟他谈一下，这高雄地区有化质厂。要到屏东去，但是又跨县市的话，那这样子我把问题弄下来，然后看看是这个要环保局这边来看进一步怎么做比较好，还是说要找化质厂？那找化质厂又要有点像刚刚这个王姐提我们在讲，对，他也一样，所以他肯定是必须要。那是技术上的问题哈，没关系，咱感觉呢，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这种机关代志发生嘛，哦，这个代志发生嘛是这个不得已的啊，那不得已的时候看怎么样专案来做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刚也提起来，好，拜拜，今天我们提起啊，来，各位长官，啊，各位咱的议员，大家好。我家是工商渔业会，我伫新竹县林面村，哦，因为阮家营家哦，阮工商拢是沙巴拉为专长，
啊，即摆吼，因为无用一点之前，到有用一点之前吼，差别真济，所以讲政府即摆有开放，互阮用迄个洗碗水设施来申请渔业登记证。吼，啊，即摆即感谢政府的调整啊。啊，我以后我有一个建议，就是讲，咱即个管理室甲饲料室配料室、储藏室吼，个高度吼，哦，就过以来，拢以用农业的标咧来去管制，有三米半。啊，因为咱这气温啊，个面积拢有公体，啊，伊即摆做农的伊是用分，所以面积差足济。所以讲吼，卖奢望伊即个历史故事三米半，希望即咱这气温啊会当提高到四米一还四米半。因为你即摆咱南部。这天气作落，你也三米半的面积，唔免去五分钟、十分钟，你就落较紧噶。哦，啊，一般咱来做温的料啊，低温关大气层，所以讲伊的湿热度也真高。希望一点哦，因为我迄阵是海洋局已经有讲过啊，啊，到即摆拢压未住，就是毋是讲这政府机关真加速的，哦，加速一下哦。啊，搁这个储藏，这个储。储藏饲料，还佫有一个叫盆架。盆架就是讲，咱以咱的室内放饲料顶啊吼，的高温度以外，是讲，这个盆架就是讲，咱要养鱼啊，是真人要晓得啦。要养鱼啊，放东放西，啊，凡遐落雨，咱就当避。哦，这咱就当管，哦，放宽一下吼。啊，第三点就是讲，咱这个养殖渔业登记证，哦。加咱五担，啊，迄个水仙转两担，是毋是讲会当因拢互十担？因为大家做四人做鱼温啊，拢做伙，啊，你两担目睭面就够，是毋是会当减宽？哦，差不多十担啊，因为咧生产区的鱼温啊，多一张尔，拢免你换。啊，阮这养殖业登记证的，只有定定两担、五担就爱去换。哦，啊，阮即点，我甲我讲的即几点啊，我拢叫。建议去医药室啊，啊是如果甲咱追溯一下，速度较紧的，咱答复一下呢。以上，谢谢。这个拄仔咧讲这个，我局长这边讲难题这个事情，哦，这拄仔我们咧讲的这個，或者叫拄仔咧讲的是讲吼，爱对对对，要做这个科学研究啦，哦。工程的研究，我们用这样来做吼。啊，这微量代志一定爱在足注意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这个一般老人的补贴哦，用油，啊，唔多用油补贴，你的意思是要搁较侪啊，是安那？我是讲一道的吼，一道的，就是这嘛，这出海。麦克风给他。农委会讲海南啊，哦，啊，今嘛真老的，你海南老的，哦，老农民天，啊，你管到自己一边，各项的机会都拢无，啊，啊，我对家只搞个老家，无啥方便啊。你这不重要，你来，你打工的意思是讲，咱下个小月。一定爱一天爱出去几工嘛，啊！就今天年较济啊嘛，从前买比较少济啊，是毋是当放宽？我是咪讲吼，啊个，因为咱原则是几工，原则是一天爱出海几工，啊！今天年较济啊啦，要出海较无方便，所以我就肯想着，迄个小迄个补助啊，安尼啦。好，即个白对啦吼，对啦，好，安尼了解吼。即在弟弟，然后立马讲。就是讲，要十五岁，吼，还佫爱有一个即个工作证明啥物吼，啊，我是讲我嘛有责任来，就是讲随时来办啦，就是讲即个要到十五岁才要来办这代志。我你讲了解无吼？你到迄老余的资格会使改保留起来。我佫补充一下。他是讲，今麦食卤肉，
歹流的，减就减少，哦，啊，这补贴对这老的，我无够歹流，我就落啊，是不是啊？我知道，就是那个史书那个。对，我知。我听你讲，有几吼有几个，对，他我讲一个，互你大家了解一下。哦。哦，啊，不，第四，我头先讲讲，这，我这种人老的机会。对。今年做东西，我差不多三四，得这种作业，我偷来念一下的。是。歹话拢无有，这个叫水平。对。对。这个有机的这些感情，这个放在现在这里。好。对我家特海这个太下严重，我那个金金苦苦出的裂痕啊，连着几块刚刚割的皮，几块来没开，我划过来就割，皮起来就打我红腿，不啦啦。我补充一下啦，唔再是这个讲做南平这个啥四五八这个叫，叫钢锥。你讲我做什么会最出来？有关系，啊是这个哦，这个公司烧这垃圾啊，这个公司什么天呀的？那个那个小不错，有哪有关系？啊嘞，我反正有人说这鱼啊，好像十八加两尾好了，你就五两尾啦，一个啊200块，全部50块。哦，我是不是在把那款处理起来？哦哦，这种事件哈，要跟款处理起来，人无。这肯定要。哎，要查这要发刀。要查，因为确实是当地的。这，就是这事件，啊，就查的原因啦。哦，查的原因啦，吼，哦。啊，过来就是，咱燕山理事长在讲的哈，这个过了线。还是讲这个房价吼，我差不多2-3礼拜前我有去一回，吼啊，迄个林科长好提哈，林科长好提，伊有咧讲啦吼，即阮咧去调查吼，若讲即个规格无合吼，阮会使来调整，吼即摆咧检讨啊，吼安尼不止恁个问题，别个关系嘛有，吼。大家有咧反映啦吼，即个原来迄规定可能收太紧了啦，是吧？对不对？你有提嘛吼？林科长也有提啊，哦，这个我们来那个啊。可能叫做污染水有关系啦，污染水啦。哦，对，不，我来处理下。对，你有啥物问题，再甲迄个林科长去决定讲，看。可能的这个污染源，迄个原因吼，啊，家己讲，啊，你点个查看啊？哎，你检举出来是银河啊，就话凶，有波多有波强的，啊，反面凶。啊，是不是因为就话凶而已啊？啊，反面凶拢没影响你啊？哎，这个还有这个啥？还有这个啥？啊，可能后面啊，会检举出来，啊，加红光也会检举。我这鱼啊，今天是，我人我无穿裤了，那鱼啊，我这样洗一洗，因为拢无臭有水味，将来还有两个那鱼哦，照起来那鱼，我都跟你告状嘞，好，我来那洗，今天鱼啊我这，那天我看那鱼啊，我鱼我能拿那条，我可以叫我再用那种，啊，我就好坏嘞，我就好坏嘞，局长这边，我就好坏，讲你，我叫你那边烦恼。两灯可不可以？或是属于土地证延长的事情？麦克风。两担啊，还像你浇水安尼，啊，我浇两千斤。两担去搬啦，我家己去搬来，去浇两千斤，像你浇水金安尼啦。你所有的建议就大家提出来入案，好，入案来研究。好。啊，迄个叫偏所，我早跟讲，
咱咧农业平就是45坪，啊，45坪，其实对咱这玉山老民来讲，不敷使用啦，13坪，你是讲变量适量？对，这是要变量最高，那就变量加高度。高度差不多建议上，建议是10米、50米。你今天就请，今天我拢建议去的要素啊，啊是讲先这边就说一下了。那个上次我们还会再开会吧，你就把这个理事长的建议再拿上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各位回归啦，谢谢。安尼哦，那今晚已经十几个讲过了，啊，各位意见。因为即摆时间嘛差不多5点外吼，来，建议港，我补充，建议港吼，你即阵你来看卖，最近我接触的鱼港，出无两米啊，你安尼无啊，出无两米，主人就无要靠起来啦，无阿是最好。啊！要有伊要同我有欢喜，要同我斗卡手，要做只红烧鬼，爱开钱，爱来过做我年会只年面啊，好陪我来开呀。就只要开了红，这个五十米的，就几只红烧，我来做吧。我一个就要出去打去，我若我安尼就是我你理事长啊，我来做，我安尼就干啥做，规矩你也做，你都老平就好。哦，我就割下去了，了不起了。你这个头收回来，知道在那某在哦，这部分除了谁来来参加这帮队，你要输进来。今年这那个机会，我直接我就除了干起来，都是直接就干起来。哎，一到那我那干起来，头还是会老呀，我再去走。好，把你家伙打关了，叫他进去。因为这海咱当水家的太屌，就经过来这个做一个检讨，咱了无？好，就鼻头干的，安尼，还佫有啥物意见要说提出来？好，我都感谢各位吼，提出遮侪问题，吼，阮会甲记录起来，感谢咱这个各单位主席感谢各位，今天回家，感谢各位支持。